主料：木瓜250克，瘦肉1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大蒜、生粉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小蘑菇摘洗干净，瘦肉切丝，放生粉和少许盐腌一下，锅内放油，爆香大蒜，入瘦肉炒一下，放入蘑菇炒，放盐调味，烧焖一下就可以起锅子了。烹饪技巧：这种小蘑菇上会有一些纸，洗的时候最好先泡一下，把蘑菇上的纸泡软，然后就好洗一点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